就算无望也能胜任。我们今天要杀谁？你以前爱说范希尔人不是在摧毁灵魂，是教导。唤你回想起瑞文崔斯的崇高使命是什么了？我已开始了吗？休想把我困在这里！我永远不灭，我可是主宰，我代表瑞文。猴行者，快回奥瑞博斯！我感受到黑暗在呼唤我。我担心在托加斯内部发生什么事情，恐怖的事情。韩大领主，怎么了？你感应到什么？有把武器在托加斯的火焰中铸造成型，一把哀伤之刃诞生了。一把哀伤之刃？哦，不，安杜因还被关在那里。父亲，他的情况还好吗？我也很担心安杜因，但是大领主窥探托加斯安全吗？这样是否会造成伤害？再度跟那股黑暗力量连接，必须付出代价。不过我别无选择，我们得知道他们的下落。戴纳瑟斯王被抓住了，我们要怎么救他出来？每个灵魂都有其用途，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我们要打造下一把武器。他还没准备好。那就用直接的手段，都已经到了这一刻，我们可不会停手。
怎么又来了？说真的，你费这么多唇舌，都说服不了你。不过呢，商量的机会结束了，你逃不出我们的掌握。听清楚我指挥，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自愿加入或者被迫服从，这算哪门子选择？为何要我选？因为你没有机会选择。在你冠冕堂皇的计谋底下，身为凡人的过去还纠缠着你，女妖之王依然无法彻底摆脱游侠将军。住嘴！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，为什么还要费心想说服我。你如果能说服我放弃希望，那你也能放弃。住嘴！屈服吧，你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难熬。不是我难熬，现在握有力量的是你。你想怎么做？事情都走到了这地步，我可不会停手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做出选择吧，希瓦纳斯风行者。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我会尽全力帮切断连结了，我已经尽力。等等，不太对劲啊。看见炎狱之主的声音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绝对不会屈服。炎狱之主正在入侵博瓦尔的心智，我们必须切断他们之间的连结。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，绝对不会忘记星星之火可以烧掉整个世界。应成为我的先锋，但你却忤逆我。你是个败笔，就跟前任那几个一样。父亲，抵抗他，不要就此认输。别认输，我们与你同在。我会夺走我的东西，而你们死去将近。撑住，博瓦尔，再撑一下就好。我们会勇敢面对任何挑战。父亲，做得好，真的差点就来不及了。虽然我们成功挡住了对方的攻势，但是危机还没解除。我要感谢所有人，珍娜说得对，炎狱之主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，他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们。我们应该集结兵力攻击托加斯，一定要释放安杜因。你也见过炎狱之主的大军，我们还没准备好要发动全面攻击，如果贸然行事全军出动的话，可能会全盘皆输。我们会和奥瑞博斯的盟友合作，集结势盟，在他们的协助下，我们才有可能阻止炎狱之主，还有救回安杜因。猿猴行者继续努力探索托加斯的黑暗之地，为暗影之境而战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们就会取得胜利。